让大家好站在这个地方。本来这里都有一组一组，有各种不同的家居设计去做的一个硬体展示。那如果未来大家其实对这样子的版本有兴趣，可以找时间来跟我们预约，我们可以跟你安排。你有兴趣探讨版本，我们探讨版本；你有兴趣探讨不同的机器去搭配播放黑胶的时候声音，我们也可以去聊不同的声音。我休息一下。我发现基本上我以前在做讲座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大概不讲话五秒我自己就会觉得干了。我觉得我今天大概在那边不讲话一分钟，大家都还会觉得自得其乐，或者是觉得很有事情做。所以那我们就速度再更放慢一点，我们就速度再更放慢。所以本来问个问题，本来今天来之前知道这边有黑胶店的，可以帮我举个手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骗我吗？我从来就没看过你们。有逛过吗？那有看过我吗？有。是吗？你是比较早来，早看我两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对。对，不能这样，你多看我两个小时就要糊弄我。好了，是这样的，现在的基本上大概在2017年。